拍戏的时候，我好紧张，心都跳到嗓子眼里去了。就这样，扑通，扑通，扑通。但是你演的真好，我既高兴又感动，就忍不住的哭了。瞧我这没出息的样。看你演戏的时候，我总觉得灵魂出窍，我总感觉那个躺在病床上的女孩就是我。你赶过来是为了见我最后一面。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我为什么喜欢看电视剧吗？我一直幻想我就是剧中的角色，就像一个美梦。虽然我不会演戏，但是我会做梦啊。阿菊，相信我，我们俩的结局一定不是这样的悲剧结果。那以后我还能来看你拍戏吗？当然能。放心吧，下次再感动我也不会发出声音了。这次被他们训了一顿，我也有收获呀。我明白了一个专业词，什么叫做同期声。快拍到你了吧？应该还有几场，不过很快就会拍完的。等你回来，我给你准备一个很特别的宵夜，让你知道什么叫做珍珠丸子。这算是对我的奖励吗？嗯。刚才那场戏啊，你们演得不错，交流都很清楚。那当然了，没看围观的群众都感动哭了。喂，你好，陆叔叔，我是甜甜。哎，甜甜你好，有何指示啊？我请你吃饭，行吗？你请我吃饭？陆叔叔，我其实是无事不等三宝殿呀。什么意思啊？我发现你好像很不守信用。我怎么不守信用了啊？你还记得我走的时候你答应过我什么吗？我答应你什么了？剧本。剧本？你答应的在《海中月》这本剧本里加上一场戏中戏，是两个中年男女的爱情故事。哦，我想起来了，是让你爸爸和白霜来演啊。我现在总算明白你当初为什么不跟我拉钩了，原来你根本就没当回事儿。不好意思，我最近太忙了，不过没有关系，我一定亡羊补牢。OK， 那我们现在就开始设计剧本。现在？现在，现在你那《海中月》的剧本中重头戏全部拍完了，剩下的只不过都是过场戏而已。你怎么知道的？我刚去过统筹室问过了老纪。OK， 我们现在就开始讨论剧本。我觉得这场戏呀，应该扬长避短。我爸这个人最大的问题就是，第一不够帅，他只不过就是胖了一点，头上没有头发。如果他头发长了出来，再稍微瘦了一点，那是绝对有款型的。真的，你没见过他年轻时候的照片呢。第二呢？第二啊，就是不善于制造浪漫。他喜欢红烧肉、二锅头，这显然就没有情调啊。而且现在的女人啊，都喜欢那种风花雪月的场景。第三呢？没有第三了，除了这两点，我爸没有缺点的。那这个白霜喜欢什么样的呢？反正啊，天底下女人都喜欢那种英俊、浪漫、体贴，当然还要有钱。你爸爸的腰包里面是有些银子。不过被我这个海中月已经折腾得差不多了。
浪漫和英俊谈不上。所以啊，我要让你设计戏剧校。戏剧是由时间、地点、人物三个环节的相互关联构成。我觉得呀，这三个环节中，地点最重要。只有找到浪漫温馨的环境，才能更有效地培养感情。对，重要的就是环境。你想想看哦，如果他们俩上了一条美丽的轮船，四周是蔚蓝色的大海，海风习习，他们漫步在船头，彼此欢声笑语，哇塞，那是很容易想入非非的呀。不过我们这戏的台词啊，应该是生活的、自然的，就像你爸爸和白霜那个岁数，你想着写两首爱情诗就想解决问题，根本不靠谱啊。但不管怎么说，台词还是要抒情的。抒情但不能矫情，否则会适得其反。我的看法不同，这种抒情的台词才能让人感觉到温暖。我想飞上天。飞上天干嘛？我想把天上的月亮摘下来。那然后呢？把它双手捧到你的面前，然后让你把它吞下去。那你呢？我再把你吞下去。我明白了。停停停，这种台词只能糊弄那些中学生，根本不适合你爸爸白霜这种年龄的人。如果这招不行，我还有一招。什么招？但这需要集体配合。我的要求是这样的，让他们俩在海中月里演上一对情侣，而且是爱得很热烈的那种。到最后真假难辨。到最后以假乱真。没错。哎，你别说哈，这个创意不错呀，让他们扮演一对情侣，到最后假戏真做。可是我没有设计这个剧情啊。那你就立刻加上一场。不是，海中月是我精心雕琢出来的，平白无故加这场戏，我怕影响了剧本的结构。我说陆叔叔呀，你怎么这么愣呢？这场戏本来就是一出阴谋，跟你的海中月没有关系的。等他们表演的时候，你不用开启摄像机，只要摆出一本正经的架势来蒙住他们俩就行了。哎呦，小甜甜，你挺聪明的啊！我明白了，是让我们剧组为他们俩做托，做爱情的托，对不对？天哪，你怎么现在才明白的？三位，就这么说定了。OK， 今天晚上我请你们到江南酒家去吃大闸蟹。吃完之后呢？连夜设计剧情，明天上演这场爱情秀。哎，陆天，什么事儿？什么？让我跟他演戏？什么？我跟他演戏？
加这戏有必要吗？是这样，当苏婉儿和夏雨的爱情进展到一定程度的时候，需要有另一个爱情故事来衬托他们。打个比方说，你要证明今天的生活是幸福的，那你就好好的回忆一下昨天的生活多么的艰苦。这就叫做忆苦思甜，也叫做相互呼应。我还是觉得没什么必要吧，因为你是制片人而不是编剧，假如你看出来了，就不用花钱买我的剧本了。陆天，你是编导，提出这样的要求肯定有你的道理，我就是不明白为什么非要我跟阿成演呢？为什么不能呢？他这样的他根本不会演。错了，他当然可以演了。我要的就是你们两个这种最本色的表演，只要你们演出来内心世界里面最本质的东西，就欧了呀。好，我可以演，换掉他行不行？不，我要的就是成哥身上这种质朴憨厚劲儿，来呼应你身上这种矜持和细腻。南叔，别以为我想跟你演啊。其实你们俩挺般配的。我跟他般配。其实你们还是有的地方挺般配的。你看啊，年龄、身高，还有你们的职业，这些都还是比较般配的。现在拍摄进度这么紧张，不要在这个问题上耽误时间了，一切以拍摄为主，就这么定了。哎，双姐，马上就要实拍了，你可好好教教陈哥演戏啊。更重要的是培养感情。哎呦，这台词也太多了。这还是刚开始，后面更长，陆天编着呢。不成，得让他少编点，这我哪记得住啊。拉倒吧，人家只管艺术质量，还能照顾你这个临时演员。那总也得按体量一吧，我这从来没当过演员的人，这我哪受得了啊。这个行了行了，赶紧背词儿吧。哎呀，我一直琢磨不明白，白霜对成哥为什么一点都不感冒啊。就我们双姐那矜持劲儿，她要对成哥感冒了，那还不正常。这的确很困难，如果在电视剧里的话，只要写几段感人肺腑的台词，就能让张柏芝爱上潘长江。可是在现实生活中，这的确是一场浩大的工程，而且需要很长的时间。所以现在我们就要商量一下，如何在短暂的时间里面，有效的空间里面，让矜持的白霜爱上我们的成哥。其实也没什么，俗话说烈女怕难缠，关键是看这个男人有没有足够的耐心和决心。再说霜姐也不年轻了，30多岁的女人，她就是再矜持再高傲，也不可能像20多岁的姑娘似的钻牛角尖。我也一直有一个问题想问，为什么20多岁的姑娘会钻牛角尖呢？因为她们太浪漫，也比较无知。就像以前的你还是现在的你？诸位辛苦了，快吃点水果吧。谢谢甜甜，甜甜真好。真是父女情深啊。我知道小丽阿姨也是属于那种酷酷的，否则现在站在陆大编剧旁边的也就不是文文阿姨了，对吧？怎么，你们俩之间也有过一段？你别听他瞎说，没影的事儿。甜甜，不胡说八道。欧了，我们现在继续研究剧情。首先我们应该明确一下我们剧情的宗旨，
就是我们这场爱情戏的战略方针。怎么说？效率和速度。我们是要立竿见影啊，还是要温火炖肉？那当然是越快越好了。眼球我爸也都是奔武装的人了。我也这么认为。所以啊，我们应该设计出一个巧妙的剧情，让白霜当场晕倒，并且在一个星期之内准备嫁人。你认为呢？大编剧，你都是30岁的人了，还这么浮躁？你要编的是生活中的感情发展，可不是90分钟的电影。电影也是来源于生活。一男一女认识了30-40年了都没触电，经过你这么一戏剧化的处理，他们俩就爱得死去活来了，这可能吗？知道什么叫做厚积薄发吗？你知道你最大的缺点是什么吗？没耐心。我怎么没耐心了？等等，对不起，打扰一下，怎么这戏还没聊完呢，你们就开始卯上了？小丽，我想问你哦，你的意思就是说，让陈哥细水长流的开始展开爱情的攻势，是这个意思吗？我的意思是说，女人心海底针，她可能不会轻易的爱上一个人，但是他也绝对不会轻易地忘掉一个曾经深爱过他的人。小丽阿姨，这是您的经验吗？我没什么经验，追我的人就没几个。小丽，我想问你一下，在你的爱情史上有没有值得什么我们可以参考的经验或者教训？教训是谈不上了，我只知道，如果一个男人想让一个女人真的为他动心，那他首先应该做的是持之以恒。他应该让这个女人从他身上感觉到温暖、真诚和执着。因为所有的姑娘都会有不成熟的阶段，应该给他们一个感悟的过程。所以我认为，男人无论是在生活上、事业上，还是爱情上，都应该有一股韧劲儿，不能像有些人，一次受戳就调转枪口去追求别人，完全不顾对方的感受。谁呀？谁呀？一个朋友的朋友。你已经不年轻了，如果回忆一下你这34年的历史，哎，爽，你34了吧？这很重要吗？我警告你，不许告诉别人。 OK 如果你回想一下自己走过的坎坷岁月，真正需要用平和的心来慰藉自己这颗已经沧桑的心。人世苍茫，能够真正和你心平气和相处的人越来越少了，而真正了解你的也只有我了。哎，我觉得这段词儿说得像咱们俩呀。背你的词儿吧，都跑题了。下边什么词儿？也许你说的是对的。什么？韧劲儿。我在想，为什么没有追到你？难道是我没有给你一个逐渐适应的过程？假如我一直对你死缠烂打的话，到现在也许已经开花结果了。不可能，
为什么？你以为文文？你烦不烦？我不想跟你说这种无聊的问题。哎呀，差不多了吧？这头皮都快让你给刮掉了。哎呀，爸爸别动！今天是你第一次以主演的身份站到镜头前面，当然要整得好一点了。就算是混一主角，那现场还有化妆服装呢，也用不着你忙活呀。不一样，他们跟你是雇佣关系，当然不会细心了，他们目的就是赚钱。不像我，认识你十多年了，我知道你什么造型最帅。什么最帅呀？那造型也得根据剧情啊，不能瞎弄啊。哎呀，得了，剧情也就是根据我的口味。你的口味？剧情很重要的，我的意见也就是广大观众的口味。哎呦，得了，我不跟你瞎白活了。哎。抬头，再抬一点，再抬一点。嗯。双姐，准备好了吗？嗯，谢谢啊。陈哥，好了吗？哎，咱这戏不同期录音。嗯，我要求提词儿。行，谁让演戏的是您呢？那咱们开始了啊！哎，好。OK 了，导演。好了。预备。准备好了没有？别动了啊！开始。双。双，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，今天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是一段在我内心世界埋藏了很长时间的话，是一段在我内心深处埋藏了只有到了今天一段时间的事，只有到了今天，只有到了今天，我才能说出口，我才能说出口，是吗？都是些什么话？陈哥好像有些紧张。起身，往前走，转身，说话。我们两家世代邻居。我们两家世代是邻居。我大你八岁。我大你八岁。从小看着你长大。我从小看着你长大。看着你从一个活蹦乱跳的。看着你从一个活蹦乱跳的邻家小丫头。邻家小丫头。逐渐变成一个。逐渐变成一个扎着蝴蝶结的中学生，扎着蝴蝶结的姑娘，又看着你成为，又看着你成为，成为一个漂亮的大姑娘，成为一个漂亮的大姑娘。然后每年春节的时候，然后每年春节的时候，你打扮的花枝招展来我们家串门，花枝招展来我们家，我那个开心呀！哎呀，我开心呀！就好像看见了亲生妹妹，就好像看见我亲妹妹。是啊，这些年来。我也把你当做亲哥哥了。擦汗。后来你走了。后来你走了。去了省城。去了省城。我觉得生活好像失去了一块什么。我觉得生活好像失去了一块什么。很失落。很失落。也很牵挂。也很牵挂。点点点点点，这个，这个，点点点点点，这个，这个，什么这个那个的，忘词儿了。停停停！哎呀，俺的娘！陈哥，怎么回事？啊？哎呦，看别人演戏容易着呢，轮到自个儿的满不是那么回事儿啊。双姐表演没问题，老演员嘛。哥哥，太紧张了，不够自然啊。这个阿成啊，评论别人的时候头头是道，轮到自己就歇菜了。
不是干这个的能不紧张吗？陆天，嗯，我得问你个问题啊。什么问题？你没事写一个中年男女谈恋爱干什么呀？我看本子了，前后都不接呀。怎么不接呀？不接我加这段戏干嘛？我熬了几个通宵编出来的，我吃饱撑的没事干呀。别拉不出屎来怪茅坑，演不好就是演不好。双姐说的太对了，哥哥，别那么多废话了，我们现在要调整你的表演啊。嗯，来，坐下歇会儿啊，歇一会儿，歇会儿，歇会儿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助理呢？助理拿水，喝口水，喝口水。来，放松，放松。来，来，来，对，再放松，放松啊。一会儿啊，就看着双姐演啊，自信一点。对，深吸一口气。好的，好的，好。现在呢，你就看着双姐啊，双姐，你也帮她一下啊，你也看着成哥啊，给他点信息。成哥想说啊，现在坐在你对面呢，并不是跟你搭戏的女演员，而是一个跟你朝夕相处了几十年的女性。他有着街坊邻居般的亲切，哎，有着情人般的这种眷恋，啊，想一想，双姐你也是，坐在你对面的呢，这个其貌不扬的光头佬，他是这个世界上最了解你的、最能体贴你的人。他从你牙牙学舌的时候就开始疼爱着你，并慢慢的一步一步的看着你长大，你能从他的身上感受到一种亲人般的依赖，一种兄长般的这种牵挂。那么现在我们要说的这出戏，就是你们二位曾经沧海之后，逐渐的从对方的身上感受到一种相濡以沫的东西，明白了吗？好像有点感觉了。好，保持住这种感觉。对对对，哎，你别看着我，看双姐。放松，放松，深呼吸，忘掉一切，忘掉摄像机，忘掉灯，忘掉杆，忘掉我陆天，把你内心深处最真实的东西表现出来。OK， 给我们准备。预备，开始。爽。我想跟你说的是，我们俩都不年轻了，都很累了，彼此应该借用对方的肩膀靠一靠，歇一歇了。你想想是不是这样？年轻的时候没有在一起，风风雨雨，人情冷暖。现在，我们应该心平气和地在一起生活了。但你知道我的个性，我不是那种温柔、善解人意的人。这不重要。我喜欢你的性格。从小到大，你的身上都有一股骄傲和倔强。虽然拒人于千里之外，可是我喜欢你这种骄傲。以前喜欢，现在也喜欢，将来还会喜欢。让我们共同生活吧，双双搀扶着走向未来。
哎，李想，麻烦你一下，我想看一下下午的回放。今天下午回放？啊，哦，主要就是看一下我的表演。说真的吧，那场戏呢是陆天临时加的，我都没来得及准备。不过演的吧还算是有感觉。哎，先看一下回放再说吧。你说什么？你的表演？哎，就是我跟阿成的那场感情戏，日景室内拍的。这不可能啊，今天派出所材料全都输在电脑里了，没有看到你的表演啊。哎，这怎么不可能呢？我这都拍了一个下午了，都自己找。天哪，你这越说越吓人了，我真的没有看到你的表演。不行，我得立刻打个电话，这事关重大呀。喂，何强，睡了吗？今天下午拍摄的素材送到我这儿了吗？什么？没拍？机器是关着的。什么？只是一场爱情秀而已。喂，喂，双姐，这是怎么回事啊？我不明白了。你不明白，我可算是弄明白了。陆天，我要杀了你！哎呀，你怎么坐这儿了？这儿凉快。哎，你可真行，嘿，居然能使出这种招来。我也是不得已。什么不得已？哎呀，爸，其实你们俩真的很般配，只不过就是中间有一个窗户纸而已。谁跟他般配？我们俩都认识几十年了，一点感觉都没有，你硬逼着我跟他，你说你真是。爸，你这是当局者迷。我跟你说啊，以后别再弄这种事儿了，我的事儿我自己管，你的事儿我什么时候管过呀？我自己处理我这事儿啊。你得了吧，我妈都走了五六年了。哎呦，你处理怎么样了？你别以为你就当了一个小制片人，就以为什么都已经不含糊了。你给我介绍谁不好啊？非得介绍白霜？那白霜不是省油的灯。因为只有他适合你啊，爸。你想想看，这两年来我给你选了多少对象，他们也来了，你也看了，到头来有几个是靠谱的？我也是在今年春节才发现的，像这种大老粗脾气的也只有白霜阿姨的性格能搭配得上。我什么我啊，我明天就要走了，临走之前这件事必须给落实了，否则我走了也不会安心。白霜来电话了，一定是兴师问罪了。哎呦爸，你紧张什么，他来了正好啊，你和他继续把这场戏演下去啊。哎呀，别胡扯了，我跟他演什么戏呀？爸，哎呦，我来接吧，行了吧？哎呦，别接，我动，还是我来吧。啊，双，你好，啊，什么？你在我们家门口呢？啊，那就进来吧。啊，好，好，好，我马上出去啊！啊，好，啊，这怎么办？爸，你怎么了？别紧张，要不要我和你一起去？哎，别了，我单刀赴会吧。哎，爸，您也真是的。都到家门口了，你还不进去坐？你老实告诉我，今天下午演的这出到底是怎么回事？天地良心啊，我也是受害者。你是受害者？你受什么害了？完全是陆天、小丽搞的恶作剧，出于什么目的，不知道。是不是想调节一下剧组气氛？不会是你们家甜甜搞的鬼吧？甜甜，不可能啊！那么点孩子，他哪有那么高的水平啊？你看那词儿写的，能参加电影节了，肯定是陆天干的。
个陆天也真是的，不掺和别人，非掺和我们俩。就是，可能觉得咱俩太熟，好说话呗。阿成啊，哎，这不会是你的主意，陆天在帮你吧？那怎么可能是我的主意呢？你这么想可大错特错了啊！我阿成虽然是个老单身，但还不至于离开女人就不能活的吧？退一万步说，就算我耐不住寂寞了，哎呀，春心荡漾了，我也不能把目标瞄准你啊！什么意思啊？什么叫不会把目标瞄准我？我现在很烂吗？哎，不是这意思啊，绝对不是这意思。我的意思是说，那个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是不是？我怎么能破坏咱俩之间这种纯洁的友谊呢？话又说回来了，就你这脾气性格，一般男人架不住啊，我阿成也扛不住啊，我何必趟这趟浑水呢？你还顺着杆子爬呀，好像生怕跟我发生什么似的，发生什么还委屈你了。所以你看这事儿他怎么解释怎么做呀？我说阿成啊，你就别打肿了脸充胖子了。我本来不瘦，我何必充胖子？不过我倒真还是想问问你。问什么？假如我们今天真是歪打正着了，那你会怎么样？什么歪打正着了？就是假如嘛，假如一下。是，究竟假如什么呀？就是假如你追我，我一不留神答应了，那你会怎么样？你会不会乐疯了？这种假如不存在。我偏要假如一下。是吧？生活中没有假如，只有结果。这种无聊的假如多没意思啊！就算有，也是你单相思的假如。一会儿三秒钟从这里出来啊，好吧？走一遍，走一遍。肥蛋，你过来来了。这杆穿帮再说一遍啊，快点啊！啊。喂，陈哥，怎么说？兄弟，往你后边看。哎，走一遍，走一遍。好，你待会儿啊。哎，陈哥，干嘛呀？这么神秘？马上要拍了吧？啊。白霜来不来？来啊！昨天那场戏，知道内情的人多不多？不该知道的都不知道。嗯。怎么了？害怕了？啊？怕倒不怕，有什么好怕的呀？我就是觉得吧，这么大岁数还是制片人，居然在戏里边以假乱真，你说这要传出去，这脸往哪儿搁呀？哎，不不不，我的看法正好你相反。如果这场表演成功了，那干脆就来一个将错就错。哎，不成不成，兔子还不吃窝边草呢，更何况白霜不是泛泛之辈，我怕降服不了他。那就让他把你降了。那哪成啊，今后我阿成在外边怎么混呢？有什么怎么混的啊，无非也就是你们两个啊而已，别得便宜卖乖啊。本来我跟阿霜没什么，通过这场戏以后，你说万一有什么变化怎么办？什么意思啊？我是说啊，万一他当真了，他真喜欢上我怎么办？简单呀，你喜欢他你们俩就好，你不喜欢他就不理他，还能怎么样？你小子也真是的，昨天那场戏提前也不跟我说一声，让我心里有个准备啊。准备什么呀？我要的就是你们两个人没准备的这种现场的真实感觉。成哥，你别那么多废话了好不好？我只想问你一句话，假如这场戏能让白霜愿意嫁给你的话，你愿不愿意？
微笑的脸化成雨融在我的双肩，你温柔的双手变成美丽誓言，让我沉醉的誓言，誓言抵不过时间，化成一道地平线，我永远到不了的终点。你的微笑和你的脸展示在我眼前，我却不敢看一眼，我舍不得舍不得，爱有什么舍不得，却不